戏真人为大哥啊，你俩去给我下载游戏叫，你必须要下载游戏，进去然后注册账号发 ID， 我才能给官方看，官方才能给你们发奖啊。你俩没游戏的转一下，咱们没中的也可以下，每个人只有一次中奖机会。稍等，拿一下那个洗头发的啊。接着来，上电视，100金龙卡，这回多了啊，五人分，但是你得抽奖啊，你不，这个不能白嫖了。100金龙卡，五人分，大家一毛钱上电视，看能不能中奖，一人一百。
次账号就行，不用实名。怎么打广告的我不知道啊，我桌面主播接的广告比较少。什么情况？
什么时候被禁言的？我靠！没有办法，我老婆禁的。想在我这睡觉。
降低音量去收听它。做好准备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进入今晚的小队体验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
刷屏了，你先别研究我脸和脖子是不是一个颜色了，你先研究研究你的耳机管不管用啊，我都说了好几遍了。